把椰子肉吃干净。蟑螂还可以。你记得都养。你想要养蟑螂？你怎么会想养蟑螂？好喝吗？椰子肉。你记得谁小时候养蟑螂吗？那是爸爸小时候不是跟他说，跟你说他小时候养蟑螂。太累了，爸爸。嗯。太累了，爸爸。宝宝，对啊。所以这是什么 BDO？ 那是 BDO。谁的？这个是，刚刚我们不是有一张卡吗？那个叫做信用卡。那这个 BDO 也是银行，银行会给你信用。